首先是没有开气、没有开电源的状态，旋盖头与模具之间有间隙，松开锁扣。逆时针调整摇杆，使旋盖头下降，使硅胶圈刚好接触模具。开气和电源。在屏幕上按向下的箭头，调整成手动模式。旋盖头对应的是您。按铃使旋盖头下降。看侧面弹簧，调整摇杆，使其呈不含的状态。使旋盖头在上升状态下再锁住锁扣。放平子测试，如果平子有真空但不旋紧，松开锁扣，逆时针旋转四分之一圈。使旋盖头在上升状态下再锁住锁扣。如果不行，再松开锁扣，逆时针旋转摇杆四分之一圈，之后在上升状态下锁住锁扣，但弹簧不要超过3毫米。